在酒吧有人比你先搭上小姐姐，我们该如何弯道超车秀她一把？首先你到吧台点一杯82年的拉菲，记住一定要倒雪碧，格调很重要，然后再歪着嘴潇洒的来到小姐姐跟前，对她来个运，然后将这杯82年的拉菲当着这位小姐姐的面淋在这位男士头上，这样他就会暂时离开，清理衣物，给我们制造如此空间。这时你已经成功吸引到小姐姐的注意，只需要把握机会交换微信，然后我们开始住院。你可以要求睡最大的病床，输最好的液，打最硬的石膏，反正在酒吧被你倒酒的那位男士和他的兄弟们会为你买单。病床安排到位后，你可以立马拿出手机，如果手不方便你可以给护士拿着，接着打开选车软件，挑一款你心仪的汽车。哦对了，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在你打电话订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扩音，说不定旁边的护士小姐姐会对你产生感觉，这样我们又装到一波。最后出院，开着自己打拼出来的爱车，载着护士小姐姐和酒吧小姐姐完成这波兜风，成为这条街最装的仔。兄弟们学废了吗？